蜗居，咁啊呢个蜗居咧代表啲咩咧？代表一个信念。啱啱我哋将呢一首歌咧拍成咗一个 MV， 咁啊希望大家咧可以咧喺嘅人生里面咧揾到一个好美丽嘅旅途，希望可以建立到自己心目中最理想嘅家，揾到自己心目中最喜欢嘅一个屋企人，一个包屋企人咁样去建立自己最中意嘅家，咁啊。 喺呢度咧，想帶出一個好簡單嘅意思，就係希望你哋咧透過今日呢個活動，或者聽到我哋嘅歌咧，可以堅持自己嘅信念，唔好俾任何嘅挫折啊，或者失敗啊，或者唔開心嘅嘢咧，令到你哋低頭。希望你哋可以揸緊自己嘅信念，可以揾到自己心目中最後會得到嗰個安樂喎。送俾你哋喎，佢。 即使艰难天梯，终必须得体，为着自立，尽费心机，日界那心细，谁都。